Cookido 3.0可以 create 自己的食谱。首先要用网址登录你自己的账号，就是 cookido.com.au 登录自己的账号。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这边呢，是我自己登录我自己的账号，你不能用 app。这边有个 create recipe，昨天晚上我自己尝试做了一个食谱。大家可以看，哇，真的好酷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再过来，小美鸡这里。从这里点进去，我的食谱，你看，已创建食谱。哇，我自己的食谱就在小米鸡上可以用了。你看看，哎，就跟我们从 Cookido 叫出来食谱一模一样。那我就来 start cooking。Enjoy cooking your own recipe creation。哦，这个也这边不一样，它是这样子：一步洋葱切丝瓣，放入煮锅，等等。这是我自己昨天晚上写的啊，当当，在第一共6步，所以是这第3步啊。哦，对，很好玩。假如这边要加入30克植物油嘛，所以这个跟那个还是不一样。我觉得慢慢吧，现在就是这啊，你看。30克植物油，所以呢，它称职它就出来了。那我就可以在里面加30克植物油呢，再定3分钟，120度，小烧爆香，就从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的话就是跟那个 Cookie Do 它的 Guide Cooking 呢有一点不一样了，但是也方便很多很多啊。我觉得他们慢慢吧，现在目前为止是这个样子。第四步啊，就放入这些东西了。第五步。第六步，，Well done, enjoy your dish。哇，好酷哦！所以那个 TM6 呢，连接 WiFi 简直是无所不能，不能呢，太棒了。